房了，你胡说什么？万花楼刚刚收到一封喜帖，是李园的林氏英姑娘发来的。娘子，这喜帖是…… 太好了，大家都成了新郎了。啊！吃了这个药，以后的日子就会更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诗音。 你一个人在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龙大哥，你的头发……我也不知道，一觉睡醒就变黑了，可能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我是不是好看多了？嗯，是啊。我现在变青春了，才能配得上。 少云真厉害，先向林诗音下手施毒，然后再来一招英雄救美，牺牲自己，用情逼走李寻欢，他这样折磨仇家，比杀了他还毒辣。哼！ 大哥，寻欢，你，我得知大哥今日大喜，故也选在今日成亲。可是，你不必走这条路的。我是特意的，特意为大哥带来贺礼。 大哥，这乃是李园的房契和地契，送给大哥跟诗音，作为新婚之礼。那你以后要住哪里？我与仙儿浪迹天涯，
快活似神仙。送给你，好美的金钗啊！金钗配美人，我给你戴上。嗯，好美啊！谢谢姐姐，你以后要好好照顾我。你们怎么都静悄悄的？放喜炮啊！放喜炮！我要全天然人都听到林诗音的喜炮，听到没有？放喜炮！放啊！放啊！放喜炮！娘子，上轿吧。是相公。放喜炮！放喜炮！相公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杏儿，我从来没想过，一个青楼女子可以成为探花夫人。
杏儿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给你的东西。这是？这是你的卖身契。你帮我赎回来的，谢谢相公。你不用谢我，我这是在赎罪。赎罪？十一，十一，十一，今天你也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笑云哥，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。好，你说吧。我和表哥虽然是青梅竹马，但是我们一直以礼相待。我和他是亲。
我们新婚之夜，我就收到相公的休书，这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心儿，我不能伤害你。新婚之夜，休了新娘，这难道就不是伤害吗？是我对不起你。 请你原谅我，是不是因为仙儿乃烟花女子？不，是不是因为仙儿乃烟花女子不配做探花夫人？不，仙儿。 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利用你，演了一出戏。演戏？没有了诗音，我将终生不娶，我要成全龙啸云跟诗音。所以，你就利用我来演戏？你是要让林诗音死心？ 宽恕我，杏儿。你从头到尾，我都只是你的一个工具。从头到尾，你都没有喜欢过我。你在万花楼流连数月，原来也是为了做给林诗音看的。 对不起你，一句对不起就可以了结了吗？不，一句对不起，再加上我一条命，才能弥补我心中对你的亏欠。 寻欢之罪，罪无可恕，唯有一死，一些仙儿。不，我不要你死。我在这世上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，没有了诗音，我是生不如死。 可以代替诗音，我可以代替他，相公。没有人可以代替他。你要是死了，诗音他能活吗？ 带我去吧，你可以不娶我，你可以休了我，求求你，让我跟着你。跟着我，会一生痛苦。我不要做探花夫人，我愿意做婢女，做丫鬟。求求你，让我跟着你。 求求你，不要抛下我。
年轻人的脸蛮有个性。我年轻的时候啊，十年晃眼就过去了。不晓得他现在怎么样，我是否应该回来？在这条偏僻的路上，除了我们这辆车，好像还有一个人。路本来就是给人走的，不是给普通人走的。这有两条腿的人就可以走，光有两条腿是不够的，还要有坚强的毅力。从杨村到葫芦集前后有80里，中间没有驿站，没有水源，连遮阳的地方都没有。除了要有坚强的毅力，还要有过人的胆识。李爷，这10年来你在关外东闯西荡，不交半个朋友，看来您不耐寂寞，又想交新朋友了。交朋友不但要气味相投，而且还要靠缘分。李爷，少交个朋友，少个麻烦。不麻烦，你把车给慢下来，上车来，我带你一程。你是聋子？原来你不是聋子，那么就上来喝口酒吧，一口酒对任何人都不会有害处的。我喝不起。我请你，用不着你花钱买。不是我自己买来的东西，我绝不要。不是我自己买来的酒，我也绝不喝。我说的话够清楚了吧？够清楚。好，你走吧。好，我走。但等到你有钱买得起酒的时候，你肯请我喝一杯吗？好，我请你。你可曾见过如此奇怪的少年？我本来以为他心底已饱经沧桑，但没想到他说起话来却是如此的天真，如此的老实。他只不过是个倔强的孩子而已啊。你可曾看到他手上那把剑？那也算是一把剑吗？那只不过是根竹子而已。依我看，那根竹子很危险。辛苦了啊！啊，来来来，坐，不进去不进去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来来，两位爷，里边请。那个人是谁啊？哦，他是京师镖局的总镖头诸葛雷呀。先生，没关系啊，大家尽情的喝啊。好，两位爷，里边请啊。来来，请坐。两位爷，来点什么东西啊？给我弄几样小菜，上好了酒。好的，马上来。李爷，你在看什么？好，在等人。好好好，你是不是在等那个少年？来，老刁，今天好。
想不到在此地遇见两位兄台，请坐，请坐。何座，说几句话就走。那要不要换个地方？这里就很好。诸葛雷愿洗耳恭听。听说诸葛雷大镖头押了一票红货，价值100万两。哈哈，红货是押了一批的，但是价值上百万，那可是言过其实了。哼，货现在已经押到，我们已经走回头路了。不信二位瞧，车棚里的镖车全是空的。不过，即使走回头路，还是有人拖带了一件东西。京师镖局走南闯北，先前不说，诸葛镖头走镖以来20多年了，该败的咱们也败了，该孝敬的也不小气，命可以丢，不管是朋友不是朋友，拖的东西不能丢。让你那张臭嘴穿两个洞，以后别人说话就不会插嘴了。诸葛总镖头，你还没有回答在下的话。少啰嗦，你到底是要命还是要东西？脑袋丢了，吃饭也不用吃了；东西丢了，走镖这行也不用干了。以你的年纪，早就可以风刀退隐了。这样就算丢了东西，也不算丢人。何况那件东西也不是京师镖局押的红货，只是别人拖带的一件物品而已。原主也会找你们的，那不结了吗？咱们兄弟也可以跟诸葛总镖头不伤和气。啊！本来不用这么麻烦的，一进门杀了你们就拿东西走。只因为你们的脑袋不值钱。请问你的脑袋值多少钱？刚刚是谁在说话？这除了我之外，没有其他人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他的脑袋不值钱，我看也是，所以我想问一问，你的脑袋值多少钱？你想买？我出价50两。我兄长的脑袋，千金不卖。千金不卖？谁说要买？就算是一分银子，我也不买。方才你明明说出价50两银子。我是这么说的，买主不是我。那又是谁？我将你的脑袋卖给你自己。把我的脑袋卖给我自己？小兄弟，咱俩谁疯了？其实我们俩谁也没疯，只是有些差别，其中一个是人，另一个呢是死人。不错，咱俩铁定有一个是死人。掌柜的，麻烦你准备一口薄皮棺材啊。是是是是。他的脑袋还在他脖子上，所以他欠我50两，这个账你这个做兄弟的要还。你真的为了50两银子而杀他？你真的为了50两银子而杀他？你亲眼看到了？你疯了！你是个疯子！你为了50两银子而杀他？你知道他在江湖上的身价吗？你要银子早说，别说50两，500两我都给你。我只要50两。你是个疯子！你是个疯子！疯子！你要银子是吗？我给你，我全部都给你。现在就如此的疯子，为了50两银子杀死黑蛇，你是个疯子，疯子，疯子，十足的疯子，你是个疯子。你只值50两，掌柜的，哎，其余的替他买棺材。哎，是是是。我一直以为我的剑天下最快，你的飞刀比我还要快。看来宁可和你做朋友，不要做敌人。我有银子了。
我请你喝酒。你忘了你的东西、啊、哦，我忘了什么？你不是为此而来，为此杀人吗？身外之物多累人呢、啊。有人问什么酒最香，我说自己花钱买的酒最香。你真是为了五十两而杀人？不为五十两银子，为什么？我既不想要他的脑袋，也不想要那个黄包袱。兄弟，酒后吐真言，你是什么时候才发现你所想要的东西已经不在包袱里了？哎，看来很多事情都瞒不过你这只老狐狸。就在你以飞刀杀死诸葛雷之前，我就发现那个包袱已经没有价值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又是哪一只空空妙手给拿走了？你这就是明知故问了。白蛇又哭又闹，呼天抢地，看起来是为了兄弟被杀而激动，其实他早将包袱里的东西调包了。你是说金丝甲如今在白蛇手上？哎，我可一个字也没说。兄弟，这家酒铺之内除了那个耳朵不太灵光的老酒保之外，再也没有别人。你的功夫已经不错，还要那件金丝甲干什么？据说金丝甲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伤。它对你有用吗？有，我曾经发下重誓，要以正义之剑斩尽天下恶徒，扬名天下。豪气干云，值得干一大碗。对了，我为了你杀诸葛雷，你还没有谢我呢。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讲只是顺水人情罢了。像你这种替天行道的大侠，早就有除去诸葛雷这种武林败类之心，你不过是找一个恰当的时机，一个借口罢了。兄弟，真有你的，不用说你也应该知道我是谁了。天下除了小李飞刀之外，还有谁比我的剑快？你既然想成名，就应该先说出自己的名字。我叫阿飞。阿飞？我没有姓，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我姓什么。做朋友只交一颗心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来，喝酒。好，好。拿酒来，再拿酒来。阿飞兄弟，看来我们要学的地方还很多。人生要活到老学到老。那个聋的你只能跟他比手画脚的酒保已经不见了，酒被我们喝光了，他到别处去挑酒了。其实他并不聋，他现在去追白蛇，去追那件金丝甲了。天下宝物唯有得者居之。放心，只要大哥你不要，早晚有一天会穿在我身上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你叫我兄弟，我当然叫你大哥了。好，从今而后你我兄弟相称。好，我这还有酒。来来，兄弟。壶中有酒。酒后高歌，磨剑。好，好，人生有梦。梦中快意恩仇。
酒后，酒后高歌魔剑。梦中，梦中快意恩仇。大哥，名利呢？名利，脚下踩。情义，情义，两肩跳。情挑千山石，义盖万顷涛。好，豪气干云。酒后，酒后高歌魔剑。梦中，梦中快意恩仇。名利，名利脚下踩。情义，情义两肩挑。哼，情挑千山石，地盖万顷涛。大哥，如果让我碰到见利忘义、翻脸无情之人，如何？杀无赦。兄弟，你杀气太重了。这十年来，我不停地刻着你的雕像，刻好了就埋起来，似乎想把以往的记忆都埋葬。后来我才发现，这世间上任何东西都可以埋葬，唯独这个记忆是永远也没有办法埋葬的。明明埋得很深很深，可是只要你一转身，它又在你的脑海里浮现出来。明天就要进关了，希望我是最后一次做这种傻事。白蛇现在变黑蛇了，他面如死灰，看来是中毒而死的。金丝甲号称水火不容，刀枪不入，他就是没有百毒不侵的功能。阿飞，你来多久了？大哥，你我相处还不到一天，可是我知道你无时无刻不在高度警觉之中。可是方才你仿佛灵魂出窍，即使有个打野棒子的土匪在草丛里，你也不会发现。所以小弟一路跟踪下来保护大哥。我承认，方才那一瞬间，任何人想要杀我都不难。兄弟，我想请求你一件事。大哥吩咐就好。这件事情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绝对不要说出去。
好，绝口不提。大哥，进入关内，我去哪儿找你？兄弟是要跟我分手了。小弟还有些事要办。这金丝甲，好，你真有一套。如果你要找我，山西李元，小弟记住了，后会有期。雄谁第一？小李探花有飞刀。哎，小红啊，你那句唱错了。唱错了？我哪句唱错了？小李飞刀天下第一，这我也唱错了。哎呀，错了。十几年前呢，白晓生造兵器谱，小李飞刀排行第三呢。嗯，我就是喜欢小李飞刀。哎，你们女孩子都喜欢小李探花啊。听说啊，他长得很帅。哎，帅哥多无情哦。小李探花他最多情了。多情啊？嗯。哎呦，十年前他为了自己结拜的义兄，居然把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让出去了。哎，你说他多什么情啊？哎，他多什么情啊？哎，他多什么情啊？这是小李探花他有情有义，可恨的是他那个义兄。哦，他那个义兄啊，明知道李寻欢跟林诗英是青梅竹马，早已定了情，他却大模大样的抢了人家的老婆，还抢了人家的房子，真是不要脸。